What?不过我觉得这一场，这边只有个想法，亮 TP 了，来自小东北的上去的话，阿兵想直接换一下血，让嘲讽过来，没有选择用闪现胶，直接上来往上灌一血，是让这个加里奥给拿下来，而且防御塔的伤害也是被规避掉了。你看双方中单的选择，你看这个苏宁这边中单直接选择了一双两速血，说明他在接下来是马上要是开始打游走了，一勾勾到了下路这边稍微有些危险 ，PP 告子被挂上了点燃，赶紧开一个灵魂隧道溜走。来到上路想抓这边被上包夜了，是，而且要把兵线运过来先打一套，你这边血量被耗的不少，直接圣枪洗礼是扫死了，快直接落地以后微微打算收掉这个人头烟雾弹，再加上战争罡风直接是收到人头，而且在加里奥有大招，这个时候可以卡一下加里奥的一个大招 CD， 是上来以后先被睡到这边打一套过来以后直接 PP 高的下半血量，而且在侧翼的话再次被高到以后小东北这个位置也被打掉半血，但是峡谷先锋这波应该是要回头先回一波家了，这个位置的话应该是没办法再拉扯住，但在这样的一个拉扯和消耗下，明显是苏宁要更占优势啊。是，毕竟手长，侧翼 biu biu 被抓到了，交闪以后还被天一波命中到骚分这边，阿闪直接踢回来以后，兵这个位置再给一锤，苍穹之月配合上瞎子伤害已经带走人头，而在正面的话，小东北先到，后续这个位置看一下 Angel 能不能睡到，睡是睡到了，但是成功的钻了隧道以后，把位置拉开到了非常远的一个安全的位置。那么现在就是在就前期死一次复活的比较快嘛，对的，现在死一次还比较伤。这边再捡一个闪现以后 ，Angel 又再。再次极限逃生，下两路就补到压制还是挺多的。是，来看一下刚这一波小东北失误了，往后走位的过程中是被泰坦给留了下来，后续的话韩冰也是果断接了一剑。微微这边闪现过来其实是想打伤害的，但奈何自己队友倒得太早太快了，再次来到上路，这波还是要军训彬彬啊，看一下这个位置，但小东北的位置有点远，是破败多一口，第一时间的话自己大招被躲开了，效果其实还是挺不理想的。就苏宁是完全可以接受这个局面的，这个位置要被先打一套，但是打野就在后方，先打出电刑以后 biu biu 这边苍穹之月被挂上减速，直接被单杀一打二的情况下，但是看起来微微应该是能收割掉人头，一换一，但是这一波总体来说看一下 TP 过来后想动手，这边前面就有爆炸火石的，但是第一套控制链砸下去以后南墙动弹不得，好，但是巴德辅助了一下帮忙点开，反正大招再定住蛇蛇以后，蛇蛇这边开启自己的秒表以后再拖延一下时间往后拉魔法水晶线，是定住了小东北，在侧翼的话 biu biu 进场以后直接被原地秒掉，骚分再一脚踢开对方的输出位置，留住对方中单，小东北直接原地动弹不得秒掉以后，这波打了一波零换二的团战，对，是在侧翼的蓝 buff 位置再次两方碰面，看一下对于蓝 buff 的争夺上来说，杰斯跟卢锡安都是均没有 TP 的，先过来以后是拿下蓝 buff， 但是自己被留住以后闪现赶紧交出来，哎，华彩是定到了蛇蛇，但是会给到 V5， 哎，这边开到了一个蛇蛇，蛇蛇这边是有闪现的，直接选择往后走，闪现调整一下位置是逃脱了对方的一个追击，这里的话亮起一个 TP， 这边有小东北要追过来，嘲讽嘲讽的两个人，后续把所有控制全部给他，但是被下子踢了一脚。皮皮嘎的最后是拿下这个人头之后的话，换风来到侧翼，好在是一个万年青发可以减速一下，视野扑控不出去以后，先看一下中路这波南墙直接起脸开始输出，微微终于是有点忍不住了，这波效果第一时间打得还不错，四强全部甩到了骚分身上，但是后续的伤害跟不上，一会接这波团战，这波接起来应该是可能要决定这波的胜负了，小东北已经是绕到了整个苏宁阵容的后方，看一下过来以后打算先打大招，被打断了以后原地直接被控到死，而且再交闪现以后苏宁阵容保持得非常好，这波小东北的绕后并没有取得好的效果，反而是把自己捐了，我感觉就是小东北有点被打懵了，有点急，你看他这波就明知瞎子在自己的脸上，然后硬放了一个大招，是，然后被踹过去再接泰坦的一个控制，
原地没有打出太好的一个牵扯效果就倒下了。后续的话没有走，这两个人还是没有走，遇到了这边直接是被对面去到隧道往前拉，自己爆炸大招也是放了出来。莫勒的话也是保护一下这些队友，但这个位置能走吗？蛇蛇加速自己的闪现，调整位置和队友做一个汇合。那还有蛇蛇在特意跟 Angel 是在做一个表情的，如果这时候过来打的话，过来接探视野的话，苏宁可能是直接就要开始 run 了。这边是开这个完美谢幕，但是第一时间没有信号，后来看到了，就是不如赶紧赶过来，有个巴德的大招叫停。这里的话，苏宁是要出来接不团了 ，BB 的位置有点差。哇，这里三分地被挂上了第一，但是闪现交的很快 ，Surf 这边摸眼过去，直接激起三个人，但是后续自己队友第一时间没有来跟啊。此时在自己的配合，自己队友留下了一个微微，这边赶紧要跑，伤害还不错，但是最后被挂下的一个 Q 技能配合，还被一个输出直接秒掉了。而且后续在侧翼这个位置，感觉龙还是可以再来开的。这波苏宁骚分的表现非常好，想卡草来嘲讽一下，但是苏宁这边看后续这边明显是不想放的，还要接一波吗？自己一技能滑步往前滑，但伤害第一声不是很够，这时候莫雷用自己充电往前赶一个进度，接着苏宁发现不大对，对方想要守反身的话是蛇蛇开启一个控制，但是自己秒被击杀掉融化了。所以的话，哇，换惩戒的向东北进去把龙抢到了。而且后续看一下这波追击 ，biu biu 再起脸输出以后，摸眼拉开位置，现在没有强化回城的苏宁，只能是各自逃散。但是看一下这波对于威武来说的追击要怎么做？幻风想救一下自己的队友吗？卡在这个 echo 准备回去，这边是拉出来以后想强打一波，保证自己 AD 能回。这波 AD 也是点出了赞以后，算是打架，就是辅助跟中单。是，让我看一下这波是怎么抢到的，已经换出了惩戒以后。第一时间先秒辅助，从巴德的洞中进去以后，惩戒直接拿下。确实骚分这一波是想停手把小东北踢出去再打的，但是奈何龙的血线已经下到了惩戒线上，是630滴血。而且其实当就是不是打野未进场的时候，就是有时候打野一下子没反应过来。所以这边上来以后 poke 的效果还不错，反身滑踩是没有盯到任何人的。骚分这边再往前找机会，看一下这个位置卡到了正面以后，两边是分隔开来，再次睡到了这个过来位置，拉开以后一发飞星挂着闪现的，这一下微微直接血量下来，正面开到了幻风，幻风这个位置没有闪现的，但是正面队友稍微帮忙援护了一下，先倒的竟然是阿斌，而且泰坦也倒的情况下，这波苏宁打的不是很好，威武的追击，后续这边三枪四枪，第四枪并没有点掉幻风，还在往下靠，这边应该是想要拿更多的一个防御塔资源。他那个位置被定住了，被定住，然后就是上单为了救他，是把自己给卖了。你看蛇蛇这个时候就想得很清楚，我直接给对方后排控制，但是没想到加里奥这边是一个 AP 的一个出装，伤害已经是足够了的。就是杰斯这波就是太想帮助队友了。下次想开正面摸过来以后直接选择阿闪嘛，先逼出闪现以后骚分直接是往后走了，而且正面的话艾希第一波的输出打得不错，进开启自己的大招以后，蛇蛇是直接原地被秒掉，骚分顶在了最前面，巴德的一个大招闪现拉开以后兵被留在了原地，一脚踢开，但是正面的卢夏已经开始起脸输出，华彩再次盯到了兵以后，兵也再次被秒掉，缓风这个位置且战且退的情况下，差一点点嘲讽到这个位置，闪枪直接起脸输出，身上有大量的这个男真男人的被动，是的，后续 Angel 的话也是赶紧拉开往后走，华彩是被他扭掉了，但是有个烟雾弹啊，把自己打了一个减速，后续威武还想杀，这个队友在后面已经开始运营一个兵线了，这时候交出一个秒表，有点太被动了吧，完成了一波互换，可是 3D 是活了下来，后续的话小兵输出有点高，赶紧吸血，赶紧把自己的队友叫过来，有点危险的往后拉，那这样的一个情况，正面打了一波漂亮的团战之后的话，威武是可以一波拿掉这个比赛的。看一下只有蛇蛇一个人的情况下能不能顶住四个人的压力啊，感觉很难，有点顶不住啊，这让泰坦怎么去清线啊，两个门牙塔已经相继倒下，威武在前面落后的一个局面下是成功的打了回来，那这场比赛我们要先恭喜威武拿下这个BO5的第一分。